各位观众朋友，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鼓》节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为您解释一句经文，《六祖坛经》里面曾经说过：“善知识，自心归依自性，是归依自性佛。”那什么是自心自性呢？这一句经文又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？怎么样才能做到自归依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所谓自心和自性，虽然难懂，我还是要解释一下。所以自心就是良心的心呢，是没有智啊没有烦恼的智慧心，也就是清净的、不受烦恼所困扰的。但是呢，能够啊有绝对可观的一种功能的力量的一种认识、一种判断、一种见解、一种看法，这都叫做啊自心。自心是啊有功能的哈，它的表现出功能来，我们叫它清净心，叫烦恼那种有烦恼的，凡事啊跟那贪啊嗔啊什么七情六欲啊，所谓贪嗔痴慢呐、啊，所谓酒色财气呀、啊，跟这些混在一起的，受这些所影响的，都叫做烦恼心，都不是啊清净的心，也不叫做自心，那个叫做啊可心，这是被环境、被烦恼所干扰、所困扰的，不是自心，叫做可成所困扰的心。那自心是不受环境所影响的，能够啊自己主宰的，而有呢不受啊内外的种种的情况啊所啊困扰的，这个叫自心。自性是什么？那个性格的性呢、啊、是啊指的每一个人，任何一个人是共同的，大家都有的。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呢？又叫做复性，也就是成佛的可能性，也就是啊在凡夫的时候并没减少，成佛以后也并没增加，不过呢在凡夫的时候没有见到他，在成佛的时候就见到了。那个性是什么呢？是不变的、不动的，永远是啊普遍的，永远是普遍的，永远是存在的，到处都是一样的，人人都是相同的，这个叫做性。这个性呢有没有这样东西呢？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叫做性，而是呢就是啊恒常的、永恒的、普遍的，叫做佛性。但是有智慧心来看这个佛性的时候啊，这个佛性是啊等于空，等于不存在。虽然佛性呢在一切的现象之中，但是呢看一切现象，不把一切现象当成是自己的财产或者是自己的对象来看，也不是把它当成自我来看，这叫做佛性。所以自心自性这两个字啊是相当不容易了解的，可是我们只有想象。我们如果说是啊一定要用哲学的名词解释呢，自性呢、啊、可以相当于哲学上面的所谓本体，而自心呢是相当于啊认识这个本体或者是理解这个本体的一种认识。但是呢佛法里边、禅宗里边所讲的不是哲学上的那个东西，哲学上面的东西是有客观的自我，有客观的对象或主观的自我，可是禅宗里边的讲的没有客观、没有主观，是超越于客观
和主观的，不管是自心也好，自性也好，你说它是本体，那就变成了普遍的永远的东西，这又是一种执着。因为它的自心，你把它当成了说一种啊说自我，那又糟糕，那就变成执着。所以是呢，禅宗要讲无我的，要讲无相的。无我就是呢，你虽然有这种智慧的功能，但是呢不会呀、啊、认为自己很有智慧。自己见到了佛性，他不以为那个就是啊他自己啊了不起的一个价值在那个地方。这个叫做啊叫做明心见性以后所见到的。那皈依自，所以自皈依这个名词啊也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句话。皈依啊本来是呢我们想要依靠佛教成为三宝啊，佛法僧三宝，是依靠三宝来指导我们修行，指导我们成佛的路向和方法和观念，都是希望从外边呢求的三宝来帮助我们。可是从禅宗来讲啊，外边的三宝不是自己的内心的东西，我们要借外边的三宝来发现自己内在啊，就跟三宝是完全一致的，有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因此呢叫自皈依。皈依三宝之后，那还要皈依自己内心的三宝，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明心见性了。明心见性的人才能皈依自性三宝，如果没有明心见性呢，还是需要身外的心外的客观的三宝的帮助。从客观的三宝帮助之后，发现了自己内心的三宝，这个时候叫做自皈依。所以有一些人呢一知半解，谈经说自皈依，结果呢对于外在的客观的三宝不去皈依，不去学习，不去恭敬，那他自己认为我皈依自己，我皈依自己，那是自我陶醉，自欺欺人，那是不可能呢能够发现呢他自性三宝的。阿弥陀佛。